人乃是杨芷斋伺候的宫娥娇娥，奴在她身上搜到了这已经用过的白鹿纸。这张纸上的字迹正是陈女所写。是哪样的蠢主子养了你这样的废物？放肆！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伴读，谁会加害你？请圣上明察秋毫，为臣女主持公道。你喜欢掌车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他却未必能高攀上你。你才高攀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周一至周四晚间八点，魅惑香氛机，您安如梦。